Hello， 大家好，又系我啦。今日嚟到跑酷实验室，跑酷实验室，实验室第六关至第十关啦。咁啊，上一集咧就挑战完第一关至第五关啦。咁啊，今日咧就玩埋第六关至第十关啦。咁第六关开始就系平台跑酷。咩叫平台跑酷呢？好紧张啦，出发啦！我哋已经 total 累积咗死咗廿六次。咁啊，究竟玩完成个会死咗几多次呢？呢个开始 ，save 平台跑酷系咩意思啊？踩呢个掣之后，前面有啲嘢弹出嚟。哦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哦，记得晒啦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呜，不得了，劲啊！好啦，咁呢一个佢个位系点咧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 ，OK， 记得啦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有五个平台嘅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哎呀，哇！佢两架系劲细，黐得劲埋咧。你一再跑少少嘅话，你就会跳个龙啊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跟住咧最尾嗰格咧跳唔到过去噶，呢个第六格噶原来。嚟一次，一、二，好、哦，咁好似死咩？唔系，好似逼咗六下，有最尾嗰有六格噶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五、五、六、六啊，有六嘅原来，唔系得五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吓吓，中间有个呃人嘅，原来侧边仲有一个噶，佢呃咗添。一、二、三，呢个位四，嗱，估到我记得呢个位跳 ，yes， 哟、想呃我太天真啦，彼得。OK， 跟住今次冇掣俾我踩个，黄色呢个咧，揿咗之后，一、二、一，哦，呢、這个几得意喎，一、二、一，好，我哋可以冲啦，一、二。一、二 ，nice， 唔错，哇，几喂几得意啊！彼得呢个，我几中意啊！佢诶关闭翻呢个机器啦。如果唔系咧，如果我哋唔删咗嘅话咧，佢呢及晚咧就会不断咁运行，就会搞到个地图好窄噶啦。我哋下一关，第四关，checkpoint four 又要揿掣。今次又点啊？彼得，咁我哋向上跳，要去上面嗰个地方。OK， 大家记住啊，系一、二。三四五六，喂喂，搞错，明明跟住咗个 beat 噶，系大家跟翻个 beat， 一啊二啊三啊四啊五啊，我唔记得个位置喺边啦，劲似做嗰啲咧体健康操，一啊二啊三啊四五啊。六呢个位七最尾呢个位零记得，即系劲似做啲健康操咩事啊？我哋 save 咗呢个地方啦，跟住咧呢个点啊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哦 ，OK， 记得啦，冇难度呢、這个，一踢过一，先啊，记唔记得咗？一踢过唔记得咗一。首先呢边去呢个位置，之后再转翻中间。哎呀，咁远嘅咩？同我想象中有啲出入啊！一、二、三，呢个位零四，喂，咁远咩？我以为好近嘅，搞到冇助跑。有一次唔该，俾啲标识。一、二，转得靓，跳得唔够远，争少少。好，我哋嚟多次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跌咗落嚟嘅。发生咩事？嚟一次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点解会咁嘅？我明明有助跑嘅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呢个位靓，呢个位，喂，咁近嘅咩？喺前面咗，完全系。我嘅一踢过失败咗，已经去到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呢个位跳，呢个位，喂，要助跑喎，睇嚟。呢个唔系咧，好似唔够力喎。二、三、四、五，靓啦，六、七，诶，真系要助跑，我又唔记得助跑，傻仔咗添，贪快啊啦，傻仔。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诶，唔使助跑啦，哇，阴人嘅，差啲撞咗埋去哦，差啲跌咗落去。OK， 我哋完成咗第六关，而家获得280 PP， 啲 PP 系有咩用噶？唔使帮我庆祝啊！我知，我哋点样过下一关噶？要过下一关嘅条件系咩啊？
条件系咩啊？条件系要证明书，未开放喎、啊。效果跑系咪得十关就完啦？彼得，我哋玩呢个第七关啦。灵魂沙跑，灵魂身都话 park call 咩？灵魂沙点样话 park call 啊？彼得咁冇想象力咩？好，咁就系哇灵魂沙，睇见都唔想玩。哇，好慢啊，个 beat 好慢，唔得，完全跟唔到呢个 beat 啊！呢个 beat 唔系我中意个 beat。因为灵魂沙大家有玩开 Minecraft 嘅都会知咧，会跌住佢沉咗落去，即系佢好似有啲少少浮，即系嗰啲叫浮沙，嗰啲叫咩沙咧？唔记得咗添，即系有啲沙咧会慢慢吸引落去嗰种咧，嗰啲叫咩沙？唔系玩泥沙，系咩沙咧？唔记得咗咯，算啦。大家记得嘅下面留言话俾我听啦。哎呀，个感觉好慢啊，因为即系我本身系好中意一次过跳晒嘅人咧。跟住佢而家好似要慢慢就住，唔可以咁快，唔可以咁心急，要去到啱啱最尾个位先可以起跳，系咯。喂呀，好唔中意呢种感觉。哇，死啦！我 feel 到卡关嘅节奏要嚟啦，卡关嘅 moment 要嚟啦。你今日卡咗未？呜、哦，唔要，呜、哦、喂，赵、哥，哎呀，搞错 ，no， 啊，激死你吓！我本身辛辛苦苦中意入去。完咗呢一关，到到最尾嗰一下竟然失败啊！哇，呢下真系好难受啊！吓、啊，点解咁难嘅？死啦，要死咗几多次啊？我开始冇咁嘅耐性啦。有一次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诶、哎，唔错 ，nice， 六 ，OK， 最尾睇下，好紧张 ，OK， 冇问题。我呢度仲要转上去添，哥哥。哇，彼得彼得，我唔中意你呢个 park call， 我唔中意呢个 park call， 好难受啊！彼得呢个 park call， 感觉上 ，OK， 跟住咧转翻去边啊？呢个位 ，OK， 又过一关都好，唉，我哋快啲完咗呢个跑灵魂沙跑酷啊！唔想玩灵魂沙，我感觉真系好唔中意，同埋灵魂沙唔靓仔。我哋跳右手边啦，右手边感觉易跳啲。收翻头先嗰句。我今次试下跳左手边，一、二 ，yes， 喂，有冇可能啊？呢个位，好难跳，我觉得。对，喂，唔好咁对我啦。灵魂沙死咗，已经死咗十几次，我 feel 到呢个系列入面，一好呢个位，转 ，nice， 啊，好燥底开始，好难玩，唔好咁对我 ，no。哇、啊！彼得，灵魂沙真系好难跳。好，试一试先。喂呀，唔好咁啊，彼得，好辛苦啊，彼得。呢、这个转个位真系好难啦、啊，好难玩啦、啊。喂，完全摄唔到入去噶、啊，咪玩咯，彼得。你明知呢一关系冇可能嘅，你特登整到咁，我已经睇穿咗彼得啦。而且贴住埲墙，咁样助跑跳过去。咦，原来贴墙噶、啊。贴墙反而 O K 喎，原来有咁嘅含义，哇呢、這个有啲难度啊，又就咁跳过先，真系有难度，知唔知啊？因为咧佢右手边埲墙又会挡住咗你啦，佢左手边埲墙都会挡住咗你，睇嚟唔可以轻敌啊！我哋凡事都唔可以轻敌 ，yes 就好似咁，冷静，大家记住冷静啊，我哋唔可以嬲，系冷静。这个世界好美好，这个世界好清新，好开心，冇事噶 ，yes， OK 啦。一讲完呢句，即刻俾我过到 ，yes。呢关我哋打斜少少，直接冲过去啦 ，OK， 呜，劲啊！我哋可以过关啦。呢关咧，呢关系点啊？呢关系做乜嘢噶？呢关我睇落好似好易喎，感觉上真系好易。呢关，喂，呢个位上唔上到去咧？喂，呢位上唔到去噶。冇理由噶，你一次吓、啊，哇！我明啦，点解佢转咗白色啊？因为咧，如果灵魂沙跳翻灵魂沙嘅话咧，会比较容易踩到嘅。但系如果灵魂沙踩翻正常嘅砖嘅话咧，就有啲难度啦。因为你要跳到最尽个位，你先可以系咯，先叫啱啱好。但系而家相对嚟讲系相当之困难。哦，我 feel 呢一个位已经系超级难跳啦，因为你要啱啱攞到尽啊，你个好似咁。即系你要啱啱你跳嗰下咧，系要去到佢个最远嗰个位啊！如果唔系就一定会冚墙啊，好似我咁啊，撞咗埋去啦！哇，呢个真系超级难啊，点算啊，变得？哇，
哇！呢个位置我究竟要卡几耐咧 ？feel 到，我已经一 feel 到个唔系咁好嘅 moment。我要冷静，啊拍 call 真系会令到人燥底。我要冷静啊，冷静冷静，凡事都唔可以心急。又撞咗埋墙，好难玩啊！呢个好难玩啊，好难玩。所以我真系唔中意灵魂沙，同埋跳挂咧，好似永远都矮咗少少噶，点解会咁？相反呢个位我跳到啊！我以为自己跌咗落去嘅。哇，真系好难跳啊！点解会咁嘅？不如试下唔好踎低先，我试下跳一下。喂，又 OK 喎。我哋试下唔好 stop 咗一次，一连串咁过咗呢关，可唔得咧？系唔得嘅。我哋要脚踏实地，做人。一、二，你死咗，你死咗。我唔想揿呢个掣喎，唔要啊，彼得，我唔要揿呢个掣，我唔要揿呢个掣。你唔好引诱我，你个魔鬼，彼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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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已经睇穿咗你阴谋啦，但我跳唔到过去。喂，呢一关好难啊，彼得，会冚，会不断冚墙啊，彼得，点算？哦，我哋揾啲方法。呢个位都系矮咗折咁嘅，都系要我撞咗埋墙啊？点解会咁做嘅？唔好啊，彼得，对唔住啊，彼得，你放过我啦，好难玩你呢关。我已经死咗廿几卅次喺呢个灵魂沙炮上面，真系难玩你彼得。我连只手指都开始控制唔到啦，佢已经开始不停咁自己不断咁跳啊！哇，见唔到大家，即系永远都好似争少少，但其实都争好多啊！佢撞咗，佢好贱咁撞咗埋墙，哇，好难玩！我今次连灵魂沙跳过咗，救命啊，彼得！对唔住啊，彼得，放过我啦！我唔系想讲你坏话噶，但系唔好咁样对我。OK， 认真啦，最后一条，认真，再跑 ，Yes， OK 喎，好，我跑到最尾关，再跑 ，Yes， 心灰意冷已经，心灰意冷，彼得我，点算啊，彼得，好啊，今次有一条，再跑 ，Yes， 再跑 ，Yes， 唔得啦 ，Yes 都冇用啊，彼得。你一次 ，yes， 我开始黐线啦，彼得，点算啊，彼得？对唔住啊，彼得，对唔住啊，好，算你啦，我跳翻呢边 ，yes， 我开始捉到少少窍门噶，就系望住下面 ，yes， 跟住望住下面 ，yes。哦、我觉得咧，我再玩落去咧会黐线，大家点算好啊？彼得啦，彼得，你唔系咁样对我，你唔系望住我黐，你唔系望住谂住我见到我黐线。哦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！唔好咁对我，彼得。我觉得我要冷静下，大家。算啦，我哋今集咧，不如就挑战到咁多啦。我哋之后继续玩呢个跑酷实验室。今次终于冇录错啦。咁如果大家中意呢条片嘅，就下面揿翻个 like 啦。咁有啲咩想同我讲嘅，就下面留言话俾我听啦。咁我哋今集系咁多啦。如果大家继续想睇落去嘅，就记住留意翻我个频道啦。最好就订阅埋我啦。咁啊，今集系咁多啦，我哋下一集再见，拜拜。